老师，什么是老公使用说明书呀？啊，这个品名丈夫通用名，老公老头死鬼化学名称，已婚男性，用法用量一生一片，欲擒故纵效果更佳。成分水、脂肪、蛋白质、肌肉、核糖核酸、碳水化合物及少量矿物质，气味多变，多数是烟酒味，偶发臭味。形状本品为形状不一糖一片，表面涂层一般为甜盐蜜语等不实之物，除去后为黄色，对香烟美酒有磁性，与美女大长腿效果更佳，反应强烈，口水长流，初用时各种体贴耐用，随时间推移可能会出现冷暴力及偷腥现象，均属正常。存放时间久，表面会出现疙瘩褶皱，但不影响继续使用。理化性质，碱性，易溶于小三，难溶于情敌。注意事项，冷淡者慎用。功能主治单身恐惧症，对失恋和相思病有明显疗效，适用于出活、赚钱、保镖、护卫、带孩子。副作用，忧伤流泪，多疑症，第六感，心绞痛，更年期提前，严重不良反应者可致皮肉损伤、局部出血，应立即停止使用。储藏，扶手贴而保存，避免与其他美女闺蜜共同存放，严禁在外过夜存放。包装，各种西装、休闲服、鞋帽、腰带、手表随季节变化而更换。规格严重超标，不影响使用。禁忌症，同时服用两片及以上者恐出现不良反应，有效期视幸福程度而定，最长可达一生，最短一天失效。批准文号见结婚证，生产日期见身份证，生产企业公共婆婆合作有限公司。有不同见解的请在评论区留言。